你拿什么跟别人比？别人只是普普通通的富二代。是。心态裂开了。我当时心里面一直在跟着小孩长吐你吗？嗯。就我我的愤怒就心里面讲讲。心里面那肯定愤怒吗？我睡不着觉吗？我气不啦？我觉得你那不是愤怒，我觉得你那个是想法。我那是愤怒，那是愤怒。我觉得是你看着他妈了，我他妈确实挺漂亮。不过我就很好奇，那么冷的天，他妈为什么要出暖裙？真是。你懂个啥呀？你还说有女朋友的人，别人穿短裙，然后穿了个丝袜是吧？那他妈是保暖的袜。那不是保暖的袜子，保不保暖我不知道吗？保暖的袜子很厚的，他那个丝袜好薄。兄弟，现在科技进步得很快的。是这样的吗？我也不太清楚。现在你那种很，就你看起来是丝袜那种，其实它很厚的。看起来很薄，其实它很厚的。那么冷的天，那么冷的天，换你，你会穿丝袜出去吗？啊，冷死你！我不会啊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挺冷的。我昨天还想跟他说，帮他裹裹脚。反正六个小时，时间挺那个什么的，帮你裹裹脚。反正你儿子那么不听话，是这个意思不？我昨天好想打死他儿子，打晕他儿子，我操，气死我了！打晕他。昨天那个小孩，我想给他一闷棍。真的，他但凡再大两岁，我就给他一闷棍了。年纪太小了，下不了这个手。别人的儿子这么给你机会了，还提示你了，你还不懂？他怎么就给我提示我了？他提示我啥了？还让你跟他玩？让我跟他玩？对呀、啊，你跟人玩，你不就有空能见见他妈了吗？能？哎，你知道那小孩多气了吗？你知道那小孩多气了吗？就是他把我吵醒了，对吧？我醒过来之后，我就坐起来了，然后他跟他妈说：“嘿嘿嘿，妈妈，这个叔叔醒了，被我吵醒了，我他妈好气。”那我他妈能说什么呢？然后叔叔看了小孩疯狂就挠头，一脸疑惑的表情盯着他。你要死了吗，亚条？你真的你必死，他妈的！我现在听到有人跟我说一脸疑惑的表情，我就想打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为啥呀？你猜猜为啥？你猜。你自己琢磨琢磨，你是不是感觉也确实是有那么一丝？是他妈有点像还。否则你不可能意见这么大。恶打压。还有一点可爱。你得可爱你妈呀，可爱。K A 那里不是有一队人的吗？有 ，A 字楼有个老硬币，刚才。对啊，我记得 K A 有个人呢。对，贺年，红超级丑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！飞机，快去蓝蛋飞那里。谢谢。他快被人阴掉了，兄弟。我不能让他死。三号楼标的位置还有个贺年鹏是谁？还有个三级方呢。不首播了，首播吐了，首播一周了还首播。机场区。放屁！你首播两周了。土桥再见。好，走，土桥。那开板上这个是什么 ？S12K 啊？对 ，12K。穷逼！哎，最近发现不能骂队友，这很……你为什么不能骂队友？为啥？谢谢贺年鹏超级丑的飞机两个。我好久没看你跟马哥对打了，我想看。你妈呀！把他骂
我是没用的，我免疫了。我的脑海里就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，蓝正飞骂我等于夸我，我该如何做出回答？嘿嘿嘿。牛逼啊！为什么我他妈七点钟点的他妈的早饭到现在还没来啊？贺年鹏超级手的两架飞机，爱你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是这样，知道吧？你不能改变自己，要不忘初心，你就是个喷子。我才是喷子。他也是喷子，他只是那种，就是专注于这。他不是喷子，他是狂躁症，他打队友。嗯，也行，也行。吹牛逼的轰炸机就站我边上，他妈的，有种大死。说实话，我也确实没做什么错事儿。哦，这里被搜过哎！除了坑是坑了点，其他也没算他的太大错。这里被搜过，你说人会不会在桥头堵桥啊？有可能还在那个城区呢。那我就把枪掏出来了。哎呀，刘子哥不在这几天，我是真的好想你。我叫什么？好想你，矮子哥。我怎么就又叫矮子哥了呀？我不小心叫错了，嗯，可能。想你，好想你。那你给我唱首歌。想揉揉你的肚子，想揉揉你的头，捏捏你的脸蛋。还想把你的双手，然后把你揉成小面团。嗯，可可爱爱没有脑袋。好想你呀，就想用捏小孩一样捏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好爽。来车了。还行，呸，确实蛮穷，穷的令人发指，确实蛮穷。来副眼镜，最近不能喷人，好烦啊！别烦，别烦，喷想喷就喷，不要克制自己。为什么侵略者你的呀？我就他妈一百一 K， 我七六二当当然当然了。你觉得你知道我现在？你知道我现在像什么吗？你像什么 ？V12 的引擎遭遇到国六警告。开始讲我听不懂的话了是吧？也不能说 V12 的引擎遭到国六，你说的简单通透一点，就 V12 的发动机的引擎超跑在这个系。哎，后面怎么来车了？咋从这儿过来的，弟弟？有船。猴子，我看。有 V12 引擎的超跑跑在城市的市中心的马路上，交通非常的拥挤。不，那还可以发挥一下。我发现我现在完全没发挥，完全被封印。你看车点着都要引擎咆哮一下，我现在咆哮都不让我咆哮。那谁规定不让你咆哮的呢？你是怎么被封印的？都是泪。都是累，估计被现实击倒了。那什么事情让你想咆哮呢？想发泄？你敲一下门。就像这样的事情呢，就是我没办法解释，他是没法解释，你知道。
没法解释，只能自己憋着。只能自己憋着。那憋一下吧。那不就憋出硬伤了吗？这枪屁股有人要吗？我看到地上有个枪屁股，兄弟们。我怎么没？我怎么两个？那是马哥，你懂我。马传奇。哎呀，人家的早饭来了，很开心。吃什么哦，丁北哥哥？汤包。可以。汤包，很难吃的汤包。Watch your hands up. Put your hands up. 让我们来听首歌吧。放手爱河，我操！你打扰的干部了。嗨起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！ 让我们跟随一首《爱河》。北京时间2019年12月7号早上8:22，没有起床的8点先起床，来，双腿绷起来，使劲摇摆你的双臂。自行放音乐，我这没法公放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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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最近已经不听那个了，我们听爱河，你知道吧？名字就很文艺。啊，堵个桥堵成多动症了，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本人双涡轮 V42 引擎有点难受。完全被封印住。不让我喷人，妈的。说不让我喷人我咋播啊，不会播了我都。来个人爽一下，你把主客桥后面出来那么多人，前面不来人的都不见鬼吗？我等到花都谢了。我们要不要到后面去啊？没药哎，啊，没什么药哎。饮料要不要？饮料？饮料不要，我没有医疗包。娘，你给我俩是这意思吗？两个，给你一个。谢谢啊。哎，舒服了，我爽了。完了，点早饭点多了，他妈的。汤包之大，一口吃不下。很烦，汤包的馅里面为什么要放葱呢？我操，不懂啊。对呀，汤包馅里面不应该就只放肉吗？为什么要放葱呢？对呀，为什么有葱呢？就湖南长沙这边的感觉，我做什么地方菜都不正宗，除了湘菜。就好比我吃个肉夹馍，这肉夹馍怎么是卤味的呢？这味儿怎么那么怪呢？有船，有船，有船！扫扫扫！冲冲冲！Oh my god！ 太惨了！我桥桥都打得很刺激啊！桥上有人，三个人哇，这么明显！走了，再见。哇，这三个盒子着实有点强。不堵了吗？你车上
车了。好好好，腿腿。我们本来准备开车过来，我感觉后面条尾巴这里会有人呢。我求有人找打。这三个盒盒好香哦！你没舔过，你怎么知道它香？你去舔一下了，你看香不香？看起来都香。嗯，看起来是挺香。我去一下。我去了，我去吧，我去吧，我去，我给你舔回来。这都还有人啊！我看到了。我去吧，我去吧，你别去了。我操！你舔三个盒盒，我又舔不来。领证有什么感受呢？没有。采访一下伟哥。后悔不？后悔没什么后悔的，为什么要后悔？你在那个什么心情啊，伟子哥？没有心情啊。嗯。我操，领证没有心情，内心毫无波澜吗？没区别。那么，那我采访一下啊，这个经历没区别，为什么要领他呢？你二毛想领啊？你二毛为什么想领呢？给小姑娘一个保障，对吧？给老姑娘一个，给阿姨刘阿姨一个保障，对吧？免得以后出去嘎拼头被他发现，对吧？有啥保不保障的？哎，你不懂，马哥肥的啦，我先走啦。我也没舔到，舔到啥东西 ？M 四要一手。哎，来个车行不行？桥头怎么打半天？你游泳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回来啦！带两个高背回来啊，马哥。没，就一个高背。有六百，两个六百不是说有两个六百下个？我没看到啊。你往下面找一下。啊，他们想找船，我去，一辆车开在下面了，一个人。我要捉掉你！啊，六百沉底儿了，我这个说怎么看不到呢？在底下呢。啥也不溜呗呢，换个气，换个气。那马哥快，他们想开船过来，三个人。我不是舔溜背吗？不是在给你背搞溜背的吗？不是，我是这两天憋的难受。马哥快走，他们开船三个人选你。来了。哎，我去下面帮他们打一下啊。这叫啥叫憋的难受吗？我走，他往右边走了。这就是现实。来了，我这边了。扫啊，马哥扫。在哪里扫下来的？六百进。他们会上岸的，要不要追他们？来一个。就是生活的借口，如果梦想来过，谁不会爱上我？爱我，爱情让人快乐，也会带来折磨。要不要把北京？把 K 给我。你这零五幺四三倍镜月。如果我们重新来过，你会不会爱我？爱我，爱情让。那个桥头的那个桥底下那个是人呢？人好像游过来了，是不？桥底下人不是往左边走了吗？开船吗？那三个游走，开船走啊。好的。那桥头还有人。刚刚你不是还扫了他们吗，马哥？我没看清楚他上没上船。我先进船了。我们重新来过，会不会？
那还在桥洞那里晃来晃去的。那他开蹦子来了，桥上。我进圈了，我进圈了，哥哥们，我那不在外面待着了。蹦子来了，一个人下子。嗯。那你看他死不死就完了。他肯定会死得很惨。太惨了，自己。要八还要进去舔，牛逼！再见。马哥，小心这边有一堆人啊！还有人没？有个球啊！那开船呢，三哥？还能有人？我不信了。我看一眼。有开船的三哥。我已经换下了，没事。听着声音，感觉像是喝可乐。大清早的喝可乐不是很没排面吗，兄弟？红牛。往前面走，马哥。有眼光。猪八戒应该开船了，三哥。那股淡淡透露的悲伤的黄色，被我一口一口一口的喝进去。你是下坡圈？牛逼牛逼牛逼！你这福哥牛逼啊，福哥！上人就牛逼那么的。后面。哎，摇头怪这么准的吗 ？M 二四。对。房间里面，马哥快！爬过来，马哥快！啊，可以了。伟哥在扶。马哥，他是想在我的胯下把你补掉，兄弟，你放心。没事没事，北哥，谢北哥，北哥牛逼，北哥大气。哎。啊！感谢北哥的一次搀扶。这个油子弹枪好飘哦。来，你再摇，你再跳，摇来摇。要我看你往哪里摇来。啊，现在你去。搬出去，我们都崩了。就这个位置，别打了，没啥好打，再见。我靠，大哥还挺包啊，狂点啊！走了，我也走了。哎，这还有人呢，在石头后面猛封烟。那是死前封的，好像。没有，刚封一个，看着他扔出来个烟雾弹。刚这两个往这边走了，那两个人往那个房间去了。刚屁股后面的人没杀掉吧？没杀掉，往下面走了，往四那边走了。一股雨老板的好多小兵，谢谢。走空头。哎，这边底下停辆车，165。下面找到过山区吗？带你去下面找到会有人啊。哎，边上有人，155。那边有人，右边一般150。在边的飞哥，两枪。人在哪？下面甲子给我倒一个，下面甲子给我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我脸上个小斜坡上还有一个。打了他一枪 ，M 二四打脖子上了。给你封个烟，扶一手。他不带你去吧，应该。不带你去。下面扶他队友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近点小斜坡就一个。蓝车树后有一个。
崩了崩了崩了，我崩了。哦你大爷，我说了崩了，没办法。我操，这里来那两个逼，我是真的烦。我操，被左右夹着的，这安全区太傻逼了。我后面两个逼都堵死了。马哥先进去，马哥。没办法，我被叫了，被叫了，被叫了。哦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把药能救，放烟能救，有烟吗？没烟就别救了。我牛逼！打个包，马上过来。一，我快不了，死了好像。马上来出出马，可以。火力压子。来了。你去忙火力压子了。能救，救了，救救，抽烟了，再我补烟。我没烟了，我没烟了。我有烟，我补，我原地补烟。这他妈都能救，打了一个，不知道跑哪去了，还有一个。我不要。我真的不抢了。左边那个死了一个，还有一个不知道哪里去了。OK。这他娘都能救。快回来，我这两个石头可以躲一下。啥呀？这两个石头有啥好躲的？右边还有人。哎，西吧，烦喽！打不着他，我就不掉了。好的嘛，马哥你也要被爆头了。把他看到了一个屁了。哎呦，我操！在我后面去，屁股后面去。我跟你说，男的一匹，男的一匹，这个圈真男的一匹。还有烟吗？马哥在往前面封烟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一样全六个烟全封完。我没东西了，不用选了。哦，这车咋杀？拿倒吗？右边有人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右边的人的 AWM， 右边的 AWM 打我们的。对，看到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我看到了，那斜坡那儿。我操！我也看到了。妈的！都你拉枪去，你打他。摄像头，摄像头。我拉枪去，你打他。破雷，马哥破雷！我没雷，我没雷，我投中就完了。破雷，马雷！太惨，可以救，可以救，可以救！等我，等我，跑不了，跑不了，跑！爬过来，我爬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！马哥一打二，加油！马哥一打二咋着？要去右边，要去右边斜坡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想到。马哥感觉加油不了啊！看看右边，看看右边情况，你看看。我马哥是全宇宙最牛逼的人。马哥，咱算了呗。别对了，马哥，你走右边斜坡去啊！你去右边斜坡，对。可以捡他的投掷物，捡他的甲，我这炸死他了。他不带进去。马哥一舔的话，可能就有点不太好了，就开始。他们好像不是一队的。马哥，快点舔，快点舔，别舔。甲甲子投掷物。投掷物舔了呀。夹夹夹，好好好，别停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站起都可以，蹲起来嘛，站起来，你钻进去没事。我马哥牛逼，马哥马哥，稳住马哥稳住，马哥一人独自带我们吃鸡，稳住稳住马哥加油。我想去前面那个树，不去那个树，太苦了，哇，那个关你了，知道你了。你打右边的，你打右边烟的，你不打左边烟的。好的。这个讲的妈的，你这个啊他妈的，我见过左右动的，没见过又蹲又站起来打的。我紧张啊，我是真的没办法呀。没事，马哥很棒了，没事。